大家好，我是旭哥，我可爱玩说玩旭哥手游攻略，那只少女会战最香最色的手游，旭哥来做攻略了。那今天这一攻略讲这个最新的这个 T0 神角推荐，这算是最重要的攻略系列了。那就是很多这个 T0 神角有这个排名大洗牌啊，这个日版呢，在这个五月底这个人权的排行呢有大洗牌。那旭哥这一攻略就会帮大家详细的分析。哪些角色呢进到 T0 的，那哪些角色从 T0 掉下来的，这些攻略都会详细讲给大家。那跟着旭哥抽基本上不会抽错，因为跟着旭哥抽的这个角色呢目前都维持在这个 T0 神角的地位啊，所以不会抽错。分享这游戏的最全礼方法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。那还没订阅频道呢记得订阅频道，所以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有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方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需要独家最新的。那旭哥有设这个旭哥手游攻略少女回战的攻略专区，这边有大概50多部，快要60部的攻略影片，大家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少女回战的攻略咯。好，那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，你假如是跟着旭哥抽的话呢，这几只角色呢排行都还是围在 T0 上，像是这个最强的输出的攻击手 T0 的攻击手诸葛亮 UR 加，再来这个刘备还有这个孙权都是 UR 的 T0 的神级的坦克兼辅助。跟着旭哥一起抽的话，这些角色都还是 T0 的等级啊，你只要看旭哥攻略的话就没有错啦。好，那旭哥就来讲这个日版的最新的排名啊，这个五月底有没有这个日版的这个人权角的排名有整个大洗牌啊，最主要有些角色呢上上下下的有影响到，那我们来讲一下好了。那首先这个 UR 加诸葛亮呢还是一样维持在这个 T0 神角最强的等级这个位置，再来吕布一样，这个 UR 加吕布一样也是这个攻击手，还有 Control 这个控制型的攻击手，他一样维持在这个最强的等级，也是一样 T0 的神角。那这一次呢有多了这个时空之主，时空之主有上来，那他是攻击手兼坦克，那他从这个排行呢有往上提，变成这个 T0 的等级。再来这个上山千信这个排行也有往上，那旭哥之前有讲过嘛，这只是这个很强力的这个 T0 的神角兼攻击手，还有这个坦克的这个很好用的角色，复合型的，就是他可以攻击可以坦这样，那就是他这个有招式天象会可以让这个回避率可以一直上升，还有攻击可以一直上升，这样每次回避的话就有这个攻击和回避在上升。这个 UR 加的上山千信，那这是这个 T0 神角的这个输出兼坦克。再来这个新的角色，这个周瑜 UR 加也上来了，也变成这个 T0 的神角的等级。那他一样是这个攻击手，还有这个 Control 就是这个控制型的角色。那这些角色呢是属于这个燃烧型的角色，那很多的这个燃烧嘛，像是这个赤壁之战有没有，就是周瑜啊燃烧这个曹军嘛，所以他的技能组都是跟燃烧比较有关系的，这种贯通型的伤害啊。在李吹郭汜呢一样是维持在这个 T0 神角的等级，那他最强势的就是他这个很强力的输出，再加上他这个被打死的时候有 80% 的血量可以直接回复这样。那孙权和刘备呢之前讲过嘛，这两只是 T0 的辅助兼坦克的角色，可以坦然后可以辅助，那这只一样就是维持在 T0 的神角等级。所以旭哥呢抽的这几只，大家只要看这个旭哥频道吗，旭哥抽的这几只都一样维持在 T0 等级，所以你跟旭哥一起抽的话基本上你抽的角色都不会掉排行啊。像是旭哥有抽这个 UR 加的诸葛亮嘛，然后又有抽这个孙权还有刘备嘛，这三只旭哥的主力呢目前全部都维持在 T0 的神角的位置。那之前旭哥很推的这个上山千信呢，他也升上 T0 的这个位置，所以大家只要看旭哥的攻略基本上你不会抽错啊，跟着旭哥抽的话不会抽错，这些角色都是 T0 的神角，那排行就是有稍微改变一下。那接下来呢是差不多是 T0.5 的等级的，那这个曹操有上来了 ，UR 加曹操有出来了。那 UR 加张角呢，最近我们才刚出完嘛。那这两只呢都是攻击手还有控制型的角色，那也都是不错的输出角色。再还有这个韩信，韩信 UR 加也是在 T0.5， 那他是这个攻击手兼坦克。这个 UR 加韩信，那之前有出过这个关羽呢，一样维持在这个 T0.5 左右，也是这个攻击手接这个坦克的好用的角色。那这个 UR 加的虞姬呢，我们还没有出，那这次未来出的话，也是在这个差不多 T0.5 位置，攻击手兼坦克的角色。
那下一次呢，这个福寿 UR 加呢，我们已经出了，一样是攻击手兼坦克，就是那个身上很多奶油那个角色嘛。那这次也是非常好用，这样。那下一只 UR 加马超也是很不错的角色，这是被打过也会复活啊，那很好用的攻击手，这只就是纯粹的攻击手。那这只最主要是拿来对这个敌方的主力呢来攻击的，所以就是它可以专门拿来，比如说打这个像诸葛亮啊，或是一些主力的角色。马超是拿来攻击敌方的主力用的角色。在这个诸葛瑾、旭哥，记得他之前是在 T 零，他好像有掉下来。跟这个杜甫一样，他们两个都是辅助型的角色，然后好像有掉下来，从 T 零呢变成这个 T 0.5 左右。那貂蝉呢，就是变成 UR 加，原本好像是 UR， 现在变 UR 加，就是这个排行有改了。那因为貂蝉 UR 加是最近才出的嘛，那这一支呢是坦克兼这个辅助型的神角，所以整体来讲，这个 T 0.5 这边的排行也有一些改变。最主要是有几只掉下来，像是这个杜甫还有这个诸葛瑾这两只掉下来。那貂蝉从 UR 就是进化成 UR 加了，但是没有排行，没有往上，还是继续维持在差不多 T0.5 的位置。那有几只台服都已经出了，所以大家讲就是喜欢这种集战力的角色的话，也可以练啊。那主要都是攻击手，像是这个马超 UR 加的，还有这个福寿 UR 加的，还有这个关羽 UR 加，这几只都是攻击手。还有这个张角 UR 加的，那之后曹操 UR 加应该也会出吧，就是也快了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最后来讲这个最全的礼包马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。这个开服到现在礼包马总整理给大家，那画面这个右下角这个摇杆呢，点进来就可以输入这个礼包马，在画面的下方，大写的 KOG520， 然后这个兑换。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就是幸运福袋，还有这个邀约券 SSR 这个十张，都是非常实用的。KOG， 然后 TOPE， 然后就可以领到这个奖励了。按兑换，这可以拿到666个元宝，然后还有这个一个幸运福袋。那幸运福袋呢，有机会开到很多资源，这样像是有机会开到仙丹，这算不错的。星光盒也是蛮好的东西，对新手开局都很有帮助。这个大写的 HAPPY， 然后51 HAPPY 51，然后按兑换，这个可以拿到510个元宝啊，510个元宝，这个金锭超爽。还有这个就是幸运福袋，幸运福袋有很多好东西啊。这个是最新的一组，大写的 KOG， 然后666 KOG 666，然后按兑换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十个这个邀约券的 SSR 了，超赞的！我们就来输入 VIP 大写的666 ，VIP 大写666，按兑换，这个可以拿到十个这个星耀城，然后这个轮回盒以及这个两个郁金香。好，那下一组一样是前面 VIP 大写的，后面是888，按兑换。那这个有12个这个星耀城，然后8个这个邀约券 SSR， 可以抽到这个 SSR， 赞的。再加上这个玫瑰花，再来下一个 VIP 999，啊，999怎么变998？ 999。那这个可以拿到这个星耀城。好，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沃克案频道，看最新的各种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需要都是独家最新的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这样开启这个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一期见。